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梦想过，如果呢可以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，盖个牧场，养个可爱的动物的话，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啊！现在呢，就有一款游戏呢就可以完成大家的梦想哦，那就是我们的《牧场物语》。大家呢可以在游戏中拥有自己的土地，盖个牧场，养个可爱的动物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马上来看看这个可爱的牧场游戏吧。游戏代理商 Family 欢乐派宣布获得由日本大型游戏公司 Marvelous AQL 的授权，取得126年历史的经典游戏《牧场物语》系列中首款网络版本《我们的牧场物语》繁体中文版代理权。《牧场物语》系列从1996年推出至今已经16年，至今共推出30余款作品，横跨多种游戏平台，全球超过数千万人游玩。Family 欢乐派也为大家带来首款支援网络以及中文版的《我们的牧场物语》，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到牧场生活的快乐和幸福。这个牧场不是单靠一个人便能完成的，这一次需要大家的力量，就让大家一起来编写《我们的牧场物语》吧。